Yo, what up? 今天是 Cindy 庆七的婚礼。Is this time warp? This looks like time warp to me. It's video. It has a W on it. W means wide. Oh, wide angle. All right. 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婚礼要怎么举办。先来实习一下。对，我们是婚礼的实习生。好，生。那我们就看看办一个婚礼需要哪些元素。动课现在开始喽。有没有这么酷的啤酒？里面也有、啊。在这里啊。那是什么？Golden and white. Check it out. Let's get down here.好漂亮，好精致的地方啊！我们办的时候应该也要来个十几二十罐。你看，我刚被惊啊，就这里。这么快啊！手臂这么小的地方，那也钉。很厉害。没有肉的地方也钉，也钉，也钉。Every wedding needs a live band, and every live band needs a stage. All right, check and check. 你拿这个相机主要工作是什么？拍照，拍照，也有动态的吗？或者只有静态？动态的在那边，他们在准备。哦、也有动态的。对对对。哦 ，OK OK。好，静态的摄影师还有动态也都要有。Go。这是我妈。嗨。今天的新郎，哟。现在我们是当那个户外婚礼的实习生。最重要、最难准备的是什么？参与的人跟人数名单的确认，然后跟人数可能会一下这里增一下那里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筹备婚礼最困难最麻烦的地方。那今天有几个人？目前应该有240多个人。啊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今天其实忙碌大过于紧张。对，因为讲直接一点，人已经是我的，我没有什么好紧张的。对，但是就是因为来的宾客就是蛮多的，那礼节跟人情的部分要去照顾。对，但是心情上是保持着一个轻松然后快乐的状态。好，那让你再去忙了。好，继续，谢谢，顾这些240多个人哦。哎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，恭喜。好，得主产生了。DJI 107，好厉害的一台哦。好，那个人的背心也蛮酷的，挂两台。觉得你的背心很酷啊！美国的摄影师都这样。你要接一台就接一台，比较快，不同的镜头，就不用再拿另外一个镜头装。You can call me Goose. Nice to meet you, Goose. Yeah. 今天的实习不是怎么当摄影师啊？不是在聊摄影器材、啊。不要离题喽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婚礼怎么办啊 ？Is this the kind of outdoor wedding? 户外婚礼 ？Yeah， 我就是想要这种感觉。这种感觉了啊、哦。对。外面摆一堆椅子，对，然后在大自然的草皮上，对，然后重点是哦，当天绝对不可以下雨，草皮也不可以。We're doing the walk， 我们试走一遍啊。好，我明天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样。All right， 转。本来像很帅的，要装过去，然后讲这样戏呀。来，走了。这边吃的是不是免费？对，哦对。然后它是长桌的，就是不是像之前的那种圆桌板桌那种，蛮期待的。对，这边亲戚很多。刚刚是跟你爸爸那边的亲戚拍照啊？对。乐团是 three piece band 加一个 singer， 我们想请杜丽。我觉得杜丽唱歌真的超好，很深情。Yeah， 然后我们已经订了文山农场两个草皮。耶！爸爸妈妈 cheers 一下。谢谢。我也要，等我。耶 ，cheers！ 要干杯。
结束了，功课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